嗨，我是石人。上级两百等之后，今天要来转职加准备打死一剪的装备。转职依然会讲个大概，详细还请直接找转职攻略。先到气都找转职 NPC， 普通的攻读生，好想念卡哥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到奥丁神殿，进到任务地图。找 NPC 对话，会请你拿任务道具。要去死都火山龙寺，解完各自的打怪任务，拿到三个灵感碎片，再到教堂海边斐扬，拿到三颗感动碎片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。其中最难的是龙寺，这两只不要碰，会坏装让你没伤害。再顺便把你送回家。回到奥丁里的任务地图，进入副本，打怪加开柱子，小 bug， 拖到特定的点，怪物就会打不到你。完成后就转职啦。诗人四转考试真的偏难，还好顺利通过了。接下来就是弄妆环节啊，来啦！别废话了，我们直接点上去。拿四颗啊！怎么了吗？来，不要怂，直接来，来，78，过，就别废话了，拿出装备吧。来喽太广收税，我是傻小。最好是那个游戏有公升哦。哎，我真的好紧张哦，妈的，最后一顶了，哎，这一顶没有的话，我现在没法上去捡魂了，哎。会血流真的吗？不会，会过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70%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
什么蹦蹦蹦，什么不行，什么巴巴。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。Oh.